近日，市民党人士反映，市区朝阳路19号附近开了个无人便利店，外观看起来甲普通的便利店相似，但店内除了卖饮料、花销球、成年人摄影品。由于附近有学校甲幼儿园，每日从这个经过的学生不少，伊担心这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之前伊就曾带两件进店。遭我尴尬。当人时代，一个老囝读幼儿园，过一阵，伊只老囝放学后准备转去来，经过朝香路19号附近的时候，发现这个开了一家无人便利店，门口个无人抽火柜台边放有不少饮料。由于老囝当殴打，当人时就叫老囝进入去店内准备买水。结果就走过去就发现了，里面还有那个可以进去的地方。据当人士介绍，进入店后，伊大愕一惊，因为台边摆放有好多成年人摄影品，还有不少裸露色情等涉案事相片。那一般这种说是便利店，我就认为说里面是零食了，所以我就带着孩子进去看了一下，四处都是贴着那些照片，不雅照片，我赶紧把孩子拉了出来。当人士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个店的招牌顶边除了写着“无人便利店”之外，下边还有一项字件，写着经营范围包括零食、饮料、成人用品。当人士持了一个台币的物件，只要用手机扫码就可支付购买。但令伊担心的是，这个店的附近有学校和幼儿园。不少学生每日拢对这个经过，店内的成人用品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你如果是要卖这种产品的话，你外面就不要放两台饮料机，因为现在小孩子都普遍爱喝饮料。如果是放学回家没那个家长带的孩子嘛，他看到有那个饮料过去买，然后里面可以进去的。你知道小孩子现在都是好奇心也大，那么进去之后不都看到了吗？记者到现场探究，这个无人便利店就位于路边，无人抽火柜台边除了饮料，还有各种避险物品甲清除商品。直出过路的市民也表示，到学校附近销售这种成人用品，确实贵唔合适。而家你如果来对我无私接受，大家是卖饮料啊，卖零食啊，你睇到那我家直出物件，就成这个东西。就是说，反正是成人就可以买，如果是小孩就不可以。有学校有，还有十二栋啊，都在这旁边。对小孩影响可能会很大。记者了解到，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当小学周围不得设置商业性购物娱乐场所、互联网服务经营场所，甲其他唔适合未成年人活动嘅场所。如根据我国嘅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弘扬的意见的规定。当小学校挪别未来，禁止开设网吧，禁止设置香烟的地方，如电子娱乐室、购物大厅、甲成人摄影店商店。当人士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加以重视，开店辟车。上面贴的都是一些照片，全部上面那些人物都是没穿衣服的。然后就是在上面示范各种动作，示范怎么使用这种成人用品。你想，如果现在是一个初中生、高中生的话，那他好奇心大，后果怎样就真的不知道。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毕竟周边有很多学校嘛。为听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去年六月号，华企启动城市管理随手拍，引导市民发现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随时学习提高到城管随手拍榜高做处置。如今半年外过去了，效果咩成样呢？市民阿亨骑起到市区五山路与长江路交界处附近，最近伊到上班嘅土灯发现，南方电网另外营业厅灯柱一十米处嘅步道上，有个通信者开破损，影响使用，有个市民通惊，于是伊举起手机，学生后团购城管随手拍。看到这个通信者开始在发送啊，你平时路过人，你老人都惊有可能会发觉突破，所以我就去照顾这个门带。学咩？
相关责任单位做更改情况，派工作人员到场处理，并更换了新的井盖。我们接到这种举报之后，我们一般十分钟之内，我们有后端的技术人员来迅速的对地点进行定位，然后确定这种井盖的尺寸，同时呢就通知我们今天的现场的维护人员，20分钟之内必须到达现场，到达要确定原因，现场能够及时处理的要马上进行处理，如果不能及时处理的，我们要设置安全栏，对吧？同时呢，这个现场要安排人值守，这个提醒路人要注意安全，我们主要的流程是这样。那我处理阿米生哦，然后那时候生，我龙团舞龙非常乖，龙会及时，我家的自己功能是非常好，歌手之老呢。市民阿星骑去到市区沙江路当东市场附近，前面有爱在叫老家去当东民俗文化改善公园个耍。未久在，伊发现公园南侧一支警光灯直等框下冲到挖床银行，一时也通过声光随手拍反映了情况。这个路灯呢已经折断了，那折断了呢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晚上又看不见。那么呢，我是通过汕头城管的一个小程序呢来。发这个照片来看，希望有关部门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市民出行呢更方便更便捷。好咩？金平区金灯街道派出所驻派往高点处理，将破损的警光灯进行更换，及时消得恩黄。我们发现这边的其他灯柱也有出现轻微破损的情况，大部分可能是人为破坏造成的。我们在这也呼吁广大市民珍惜爱护我们的公共设施财物，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随手拍即时通，市民通过手机应用声光随手拍，上报有关的城市管理门队后，由市消委会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受理，随后派发至市城市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同一时间落实处理，再统一反馈至指挥中心隔话审核。审核通过后，我将情况反馈至市民的手机上，市民举报情况还可获得整理。据统计，2022年6月1日上线至今，城管随手拍至少市民上报挖井死亡死在675宗，隔挖率达99.94%。而到今年2月份，挖井有效上报数为4506件，其中或将计挖井有效上报数4000件，或将能数92人，总积分4000，应获整理总金额8000元。城管随手拍呢，作为一个从管理到治理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基石，也是数字城管一个创新的突破，在与市民构建一个沟通的渠道，还有一个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提高城市管理效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加强监督协调，提高部门的处置效率，提高市民的满意度，建立完善联动机制，协同全民共治，打造好群众服务的连心桥。城市管理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面改革等具体而实的策略。再将动作讲，全面改城管，随手拍一拍，城市亮起来。让我们一起携手，城管随手拍，为昌江平安幸福山头贡献力量，让城市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今日凌晨，市区沙江路161号主题楼顶边，一处外墙骤然脱落，将楼下的铁板打了一个大窿坑，吹进个山路直跌，可的顿时无路能经过，好在后果不堪设想。今日凌晨4点外，沙江路161号附近的居民到睡梦中，嘣一声巨响惊醒，停车场负责人刘先生听到声后，慢慢起来查看。发现是楼下铁板破了一个大窿坑，原来是楼顶一处外墙挖石脱落。听得到，我到个这边，可的个是4点外，你说到7点外是8点啊？搿就是硬死人来着。你从那打到这个，感觉就鬼，搿冇救啊！但是咱硬冇救啊！脱落个是主铁楼顶层一条1糯米长个水泥瓷砖段。据介绍，该主铁楼个楼龄已经有30多年。外墙经风吹日拍好压，直出地缝出现空高及北落的现象。刘先生答：我计划在只个做北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去年也是坐了落小板，无就无打这个铁板，那是等我打。
为了小狗那个瓦窗，所以无病在那搭一个铁窗吼，小狗能上落，卖在那搭着，都搭起么烂个个。旧年这厝也是搭到少个，旧年个能它上落搞少个，搞少个，即烂滴正，就着那。据了解，明早当地居委会因派人到现场查看情况，并张贴了挂张告示，提醒路人注意瓦窗。后开以至天气潮湿，主题楼顶边还有外墙摇摇爱堆，容易脱落硬房。居民就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加以妥善处理。其实是人民关系，你若当了这个房个无所谓，咱个房修补或者拆掉还无问题。关键是这个小区所个咱做一出入，该唔在地质点证，该去打掉咱关键是这个问题。再话，调用滑冰临空降直出路口，发生一桩交通事故。直接敌驾的汽车和直接左撞的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左撞车辆半个车身跌到敌驾车辆的车头顶端。事发地点到中央华平临空降卫生站附近路口，附近的铺好单再挂五点挂，外边逐渐出现巨响，不少人拢走去路边个斜台，隔观发现路口处两只 SUV 汽车直开直竖撞左者。我的是到最近，刚再听一个声风大了。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时，一只汽车来到路口左转，车身打折过道路中央，对面车道一只白色的新能源车离黑道路边，左转的汽车只能帮忙车速停留落来。如此的时候，对向一只敌驾的汽车怀疑刹车不及，撞上了左转的汽车。造成左撞的汽车半个车身跌到敌驾车辆的车头顶端。事发后，左撞车辆的驾驶员同一时间拍开车门落车斜台情况。我应该拍撞下吼，同一时间吼，你过来吼，伊就死了。头顶只车落了什么啊？伊个往过来，伊就死掉。好啊，这车怎么根本就死不掉嘛？据辅警铺好介绍，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人亡并无大碍。具体情况，上台经济部调查。要行出来的呢，要行出来的呢，能背着你呢。你啊，是啊，能背着你。记者留意到，事发路口加塞，也无设置信号灯，现场的树较为混乱。有铺好也希望大家在道路上通行，要自觉遵守交规，文明礼让，宁静沙风，不争执秒，确保安全。再怎么车都过路口，车都还没得就慢个哩。跟住。前面新能市黄杨达多次区检修江南小区头栽的能行步道顶端，总受小汽车占道停放，该行人甲自行车通行，造成困扰。新能市调到检修江南小区附近，每日上落班拢着从小区头栽的能行步道通过。伊达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小车下到步道上的行人甲自行车进入路口，到底通道去堵进去？行人甲自家车上落步道非常麻烦。前面走只车啊，花花啊，机车袂就停到只个迄个自家车了，行人道到底咱人自家车行来过无变，就是往对就是起去啊，把只都盲道全部将沿去哦，到底到行人无变惊。新能市达汽车车大多是周边做好停放个，机车到现场也睇到。一到步道上的汽车，全部拢跌着盲道，只条盲道轻动虚设。这车就是停放，都是违规的停放噶。这个影响城市形象，只影响路行人的通道噶，让动车、自行车的通行已经无变顺利的通行。新能市希望车主能够文明停车，让行人噶自行车能够顺利通行。希望就是咱车主自觉停车，文明停车。对此，如果对不自觉，希望有关部门来管一管。为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加强与海外华语青少年的交通交流。近日，当局语言文化2023年重开多孔班开班仪式，到广东汕头华侨同学举行活动，称语言学习加文化进融的授课模式，为泰国青少年学生提供当局主发课调山江湖地外等多门课听。开班仪式上，来自泰国的20位青少年学生到老师的安排下，与汕头桥东的学生一对一结对，伊能将到一周的时间来待，即起走进课堂学习调山江湖的动画武术、当局主发、当局音乐、初辈生活汉语等多门课听。亲自感受体验动画文化，
这一次我们的春季短训班开设了一系列的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及我们潮汕地方文化特色的课程，我在其中担任的是趣味汉语课程的一名老师。那我将以剪纸的形式带我们的泰国同学认识中国的春季的诗歌、春节的文化以及我们的剪窗花等习俗，就是很期待，就非常就第一次这样子跟泰国人这样子来交流，非常的憧憬期待。我会去学习泰语，我的结对伙伴他也会一点中文，我们都会互相促进互相学习。泰国学院查直翁是对车来交通局，而他东花门会每粒无行，而对所头其他五股接车界交流活动，伊希望令英亨哥甲中国嘅同学交流，收获友谊，也增长见识。正直无了解，东花文化。你好，我叫蔡依文，我是泰国人。我今天很高兴来华侨中学，我在这学习一个星期关于中国文化。我对中国音乐跟中国话对感兴趣，我想说流利的汉语，还有找中国朋友。为做好新时代 Q 的文章，加强与海外华语青少年的交通交流。2020年来，广东汕头华侨同学以开展海外华文教育为着力点，开设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班，联系海内外侨胞青年，提升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我们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是广东省中华文化传承基地，我们历来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进一步探索海外青少年来华学习的汕头模式，增强海外青少年对汕头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体验，为汕头本地学生搭建一个海内外青少年交往学习的平台。一股是拖了色，1984年4月6号，汕头海滨石堆从船中间，石堆从新兴路尾回天海滩至石炮台，长长直长零60米。而这当时，光海长廊开始兴建。从1984年到1987年，经过3年的建设，光海长廊西段建成，对市面开放。建成后的光海长廊，宽17米，长直穿600米，建有7处以人丁为主的园林建筑，其中有点芳厅挑甲光绪顶3段客廊，滨海顶甲流山顶5处顶阁，后小兴城雕16处，每处人丁间有小径2级，迎人树立扶疏与海湾美景交相辉扬。1991年，光海长廊入选河道新背景。1999年，光海长廊东段延伸到华侨公园。2008年，光海长廊扩建了12米宽的外跳清水平台。2017年9月底开始，园林部门又启动了光海长廊13个码头开口的2级工厅。2020年10月，光海长廊景观提升改造工厅启动建设。如今的海滨光海长廊西至潮境码头东梁华侨公园，让名扬5公里的对岸成为汕头内海湾的一道风景线。上清和光珠今日八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近日，直接澳会南海被声波虐待之生退在职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将青山孩子虐待到生退在职、多器官功能受损等到营养不良，涉事母亲的做法违背了厚德不解之职的最朴素的道德观，警察犯了法律底线。如复盘事件的始末，老家的青山白青甲邓兆光部门过于心大的表现也特别反思。根据报道，家住江苏南通平调镇的奥会南通小双，生白青去度外拍工，家己甲生母生活度一起，而被青山母亲虐待之双腿在肢，或正被生母用硬水泡脚、烧水烫头等。相关界为了记录显示，
小双花正被蒋党委多器官功能损害，当到营养不良判销售，厂小生都盲目下腔出火等。目前小双的生母已被警方控制。小双的父亲表示，伊每个月拢会寄钱转去来生活，也会甲妻子拍电话，但此在病在，也惊值得受虐待。胎儿怒惊的视角，不能体会到喜欢跌食与琢磨，朝夕相处的激情，会淡薄带来温暖与呵护，甚至成为童年噩梦的制造者。虐待罪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责恶劣的，处罗尼耶无期徒刑、酷刑或者管制。犯罪狂者比被害人当上死亡界，处罗尼以上七年以下无期徒刑。任何理由拢不能成为虐童界当自败。如果虐待行为熟悉，只会保清，必将付出代价。而小双的父亲对老囝的状况的视察，也客观上放任了老囝生母的虐待行为，也着负起责任责任。另外，当地互联管理正联合相关部门与老囝的生母交涉，对方也正成立不再欺负老囝。按理来讲，有关部门已掌握相关的信息，应该有最基本的警惕意识，不妨建立起当前起的观察制度。最起码不该太过天真，轻信施暴者所谓的悔过或承诺。如今小双正道为接受治疗，也命令该不仅是身体或将残缺的终身罪行，或长期遭受亲生母亲残忍对待的心灵阴霾。这只事件也再次为黄家宝敲响了警钟，对家庭结构缺乏稳定性的情况，地方政府与互联等有必要参考设立儿童主任的做法，想体会对家庭状况进行了解，专门负责儿童关爱保护服务，